如果21万的就更大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要看这一台在哪里。绿色那个、哎、呀，你怎么晓得？它有写啊，你可以对啊，英文字母啊。哦，它这边也有写就对了。产品在哪？康体啊，康体那个就是啊。哦，那很准的、欸、哈、哦。对啊，很准、啊。很准、啊。那这个它不会消失啊哈。他到美国你也追踪得到？可以啊，你把他跑全世界都追踪得到了。对啊，追踪得到啊。他等于说这边有扫描卫星，他自己会回收啊。卫星定位的，卫星定位的。啊 ，AIS 跑到哪里去的话，跑到美国你也可以做得到啊。对。3月17号3:29。对啊。啊，但是你在另外一个哈、哦，我们那边的人不一定找得到这只，不一定找得到。我找过很多次了，找不到。因为这么多款，啊，所以它租约到期之后它就不见了。哦，这样。浏览记录没有吗？浏览记录没有呢啊、哦，没有浏览记录呢。那我要进去，我要怎么进去啊？如果还要再找回来的话，这边没有。哇你把它消失了？没有啊，我没有消失啊，我没有给它，我没有给它弄到啊。我是要找港务局的吗？还是没有？刚才那个，我怎么找不到这个浏览记录？是不是在 APP 的？对呀、啊，那不是 APP 才有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看得到啊？那这样的话，我在这边应该看得到吧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你说这个嘛哈、哦，这个嘛哈、哦，这个啦。哎呀哎呀。哦，难怪我找不到。我们为什么再见？一定会的。那是阿里 U S 七的，阿里九的。那个差不多10公尺而已，10尺的。哎呀，好小、哦。雷达在扫描的信号呢、哦、雷达在扫描的信号呢、哦、雷达这个、啊、你现在的位置啊，就是你现在的、哦、现在的位置啊、哦哦哦、就是我现在的位置啊，那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啊，这个船这是船的位置啊，它只要有带跟 GPS 跟 GI 那个 EIS 是 AIS 啊，它的雷达啊，雷达啊，它是扫雷达的，对不对？扫雷达，跟飞机一样。啊，飞机也是扫雷达。